我有一个愿望，可不可以给我点纸巾？感谢我们的学院老师，学院老师陪我每天陪到很晚去练这一块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然后也欢迎学院老师能够加入贝壳的行列啊。对对对，都是音乐专业的。我有个愿望啊，这个愿望是什么呢？我希望有一首歌我来弹，你们来唱。但是在这之前，给我一点纸巾好。说实话我站着唱歌的时候我有点不会了，唱那个没什么给你的时候，我唱没什么给你的时候，这个站着唱歌压力好大。好，这首歌是什么呢？你们听。